叫高密国。知道为啥叫高密吗？因为大禹而起，大禹的字就叫高密。当年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。我就说嘛，韩主席亲自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，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别得意，话没说完呢。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，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：土匪、大烟和赌博。上一任吴县长一死，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，也就是你这个骡子，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。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，我老朱也不会退伍，不是？不过当文官吧，有当文官的好处。古人怎么说的？文治武功吧。老朱我当兵是好兵，当官也一定不赖。人家都说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您这儿还没溜呢，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？我在太太的眼里头，我就是一个骡子。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。高密常富台携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。恭迎朱县长上任。恭候您多时了，久仰久仰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。我呢，行伍出身，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，就一句话啊，一句话，出不了三年，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清海晏，天下晏然。好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有人让我给您送个东西，叫他过来，过来吧。先生大人，往这看看。大人，别看他，回家去，大王他来人。你找他，他跑了，他不是你。去，把他给我拉回来。过来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说，不说打死你！我真不知道。花脖子，肯定是花脖子。朱县长神勇啊，连花脖子都望风而逃。花脖子是何许人也？咱高密有三大土匪，黑眼儿、花脖子、冷麻子。黑眼老了，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，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。是啊，真是猖狂之极啊！这见面礼好啊，不错。老朱，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，不是这么回事儿哈。想跟我玩，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。人呢？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：剿匪。you